它会运转的。刚刚我们半夜，现在我们要准备白天啦。你刚刚你们下午傍晚，现在晚上要进入深夜啦。风水的流转，知道吧？一切都是事实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也不知道以前是我没注意还是怎么样。今天我突然接到一个 email， 我看到电力公司 email 警告，警告什么？拉斯维加斯，昨天从下午开始入夜到今天，就现在啊，今天早上10点钟以前会有强风，然后他把这个预告出来，然后最大的瞬间阵风，他说他上面写70英里每小时，我也不懂什么70英里每小时，因为拉维亚是强风太多了，偶尔就来一下，偶尔就来一下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就我今天就比较好奇，他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，还发这个通告？然后我就去上网查一下，70英里每小时的强风，瞬间强风，相当于12级强风。哇哦！所以我才知道说，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强风，然后那个电力公司就说了。所以他们的这个电力公司的团队随时注意着这个断电的可能，随时会抢救。所以我就在想啊，强风会来这儿，也会来那儿，来住各地啊。强风过，风雨过后，能够安然度过，又是一条好汉，对不对？不能够安然度过，风雨中就挂了，就挂了，没得谈。那风雨中能不能过呢？是你说能过还是你说不能过？你说的算吗？不是你说的算，天地说的算。所以当你想通的时候，你就会更加的勉励自己，不是等强风来才在想说我要做好人，是不是？的确，入夜了以后，你可以注意的听外面的风，它来一下来一下的时候是蛮强的，只是没有雨，有雨的话就像台风啊。是不是？是没有雨，拉斯维加斯的天气就是这样。人生嘛，每一关都得过，每一关都得过。但是每一关得过，你总得有你的这个筹码，你的底气吧。而当你了解进入到超级生命码的系统，筹码与底气怎么来呢？就是每一天的内外双运。如法实修，所以他所转换出来的，让你立刻变成达官贵人呢，还是这个光耀门楣，也都是取决于能量够不够，底气强不强，筹码足不足，这世间不就这么回事吗？当你看穿，就这么回事。既然是这么回事，今生不留白。话不多说，事不宜迟，立刻就动起来，落实着内外双运，如法实修。所以一切的东西，只有在自己的抉择后，实践里来看到，因为自己的抉择的对，而把自己提升到美丽天堂，因此而生生世世，岁岁年年。